中华西美佛教正心国际文化协会为着要庆祝观世音菩萨圣诞，十月份上个在嘉义市议会的国际会议厅来举办着庆祝观世音菩萨圣诞暨财富再生加持法会，恭请着恒信家措仁波切主法为台湾祈福，希望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将近一千位的信众做会恭送观世音菩萨抛门品，庆祝观世音菩萨圣诞。中华西美佛教正心国际文化协会为着庆祝观世音菩萨圣诞，十月份上午在嘉义慈济会国际会议厅举办祈福法会。又感到最近经济无景气，协会嘛特别邀请仁波切修持修行的财富财神加持法，加持五会信众财运亨通，财源广进。今天是指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另外这一次因为整个经济状况不太景气，所以我们提醒我们的金刚上师第五世库顿尊者、雍仲尊者、恒信加措仁波切特别修一座财富财神加持法来加持与会大众。因为观世音菩萨在密法来讲也是重要的财神，所以因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也直指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所以特别举办这样一座殊胜的法会来加持与会大众，也跟大家结缘。参与法会的信众，在法会圆满之后，会当领受由仁波切所加持的菩提金刚丸、五宝丸和消灾祈福加持米。法会当中，来自全台湾各地有将近一千名的信众拢到现场，共同为台湾祈福。最新新闻，张玉明、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